在飞控工作结束之后呢，我们还要与前期发射的17颗北斗3号卫星，进行系统的联调，地面和天上同时联调，连测的工作。之后呢，我们将正式的对“一带一路”及全球的部分地区吧，提供卫星导航的服务。 这个基本系统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全球系统，它的所有的服务性能在这个地方得到了全面的验证。所以说，基本系统建成就意味着我们2020年全球系统。